大家好，我是邱慧芳。今天我们接着学习四十二式太极拳第15个动作玉女穿梭。下面先看我们演示一下，开始。 这个动作呢，我们包含了三种流派的这个练习。首先是我们有吴式太极拳的手型，还有孙式太极拳的根部，最后我们形成了杨式的架子，但是主体风格也是杨式的这个风格。下面呢，我们先学我们的上肢练习，两腿分开。好，首先手心朝上，也就是我们的左手手心朝上。 右手穿掌出去，做一个捋手，这是一个过渡动作。好，接着我们翻手，也就是我们的左手要搭在右手上，做一个捧，顺势变成平圆。好，在我们的耳旁再做一个画幅度的小圆，架掌。 好，向前架打推。接着，我们左手拉开，右手向前，手心朝上，穿掌，自然穿掌转身，捋手回来，搭手捧，平圆，转腰。 向前架打推。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搭完手以后，我们先是捧，先是捧，啊，要有一个捧的过程，捧，接着捧，顺势变成平圆，手心朝上，然后接着我们屈臂再做一个小圆。 我们的左手搭在我们的腹前或者右手搭在腹前都是一样的，都是腹前。另外的手肘关节一定要垂下来，不要做成架的，啊，好，架挡推出去。推出去的时候一定两个手不要完全分开，一定是非常的紧凑的，腰要稍稍的拧转。另外一个就是注意我们的手。 不要把我们的肘关节翘起来，手腕横着，掌心朝外，一定要把我们的手放下来，肘关节放下来，我们的手腕跟我们的这个小臂，包括手，成一个弧线形，架挡推。好，我们结合我们的下肢再做一次。好，首先是我们的。 左脚向我们的左前方前脚掌着地，穿掌，走，收脚，丁步捋手，这是一个过程动作。好，接着上步45度捧，平捋弓步，根部，出脚，弓步架挡推，回坐。 微扣脚，穿掌，到左侧45度，走，收脚，出脚，捧，弓步平捋，平抹的一个动作，旋臂，出脚，架挡推。好，虽然说在我们这个动作当中体现了三种不同流派风格的一些动作在里面。 但是我们主体还是要按照杨式太极拳的这种风格去走，比如说，孙式太极拳你进步必跟，它的步子跟的时候会比较快，但是在我们这个里面的体现的时候，我们的步子还是要以杨式的很缓慢的方法去练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吴式太极拳当中，斜中欲正，而身体要前倾。
但是在我们这个旅守当中，我们还是保持身体立身中正，只是我们的手平捋出去啊，做一个平圆就可以了。最后的一个架子我们一定要做到舒展大方，要架起来，不要把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对，一定要给它撑起来，这样才显得我们动作非常的舒展大方。最后我们再做一次演示，侧步回坐，丁步捋手，上步捧平捋，弓步架挡，回坐，微扣脚，穿掌，回坐，上步捧平捋，跟步下打推，很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让我们健身动起来。